社区妈妈无两三手就完成了一粒肉粽，一大堆人一下晡来白相个上清了是无问题。而炊粿白粽这几项，伫庄卡所在早期是福建人基本的手艺，不过现代社会当中唔是人人会。我包粽子吼、哦、要用感情，那当然眼明要手快。像我这样顿顿的吼、哦，那个我们的大姐已经教我两次，我还包得不太好。丁登社区26号举办第二届重情义的白肉粽活动，完成的肉粽要送去到中央的指挥中心，而市长夫人刘玉金嘛专程到三工。不过要来拗着粽下包啊，咱会使，但是收尾就做袂来了。炒米啊，都有吼，咱、哦、的黑米，咱的猪肉吼、哦，五花肉。然后伊甲我讲爱炸啊，炸炸炸炸了后，伊讲两只手爱互伊捏出伊的三个角。也干吼，你看，哎，你看四个干吼，安尼，哎，要捏伊个干就对啦。啊，我吼捏干捏干拢无出来。我讲这个是要技术，那我要去补习，恶补一下。市长夫人表示讲，细汉时阵过年过节，对妈妈来包着肉粽，伊白粽这个功夫真正是学袂来。看起来真简单，但是收尾要来熬出着三家无天分，真正是无法度。伊看到社区妈妈的手艺真流利，白好一粒搁一粒，一罐粽唔免几分钟的时间。人咧讲接做着会，但是并唔是讲逐工咧过着肉粽节。一年学一遍，相信总有一工是学会。那天新闻，咱以前后边区的采访报道。